嗨，未来的小孩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觉得你是牛神。我是爸爸，我觉得 obviously 你是 Kitty Wusha。丽丽。道歉，但是如果他不是男生，他会道歉。我已经叫了他很久 ，Kitty Wu， 说 First me， 呀，第二 Kitty Wu， 咖喱呢，咖喱呢，一波波穷，一咖喱呢。你要拍我们的 gender party， 本来我们的 gender party 是要在乌克兰弄，妈妈已经安排了餐厅，我们约了很多朋友，结果我们不能进去，所以妹妹把 gender party 带过来玩耍。Я купила такую гирлянду，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boy или girl， еще купила хлопушки с цветом， там или розовый или синий， и купила такой дым， ты ставишь на землю， поджигаешь и оно как фейерверк， вот такой бу-у-у， и хлопушки бу-у-у， и будем вау. Мы еще так хэнпа, и мы это очень буфан зай до 70-ан, а вот еще у кого-то бы на га хай гуан чуан, то че ван дан ла, и мы на га ши ен, они让他呼吸来，他会爆炸，然后有蓝色的还是粉红色的烟，所以妹妹一直很怕他们会偷这些东西。你让妈妈再猜一次，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妈，мальчик или девочка？Я думаю, девочка. Я думаю, девочка. Я думаю, мальчик. Я думаю, девочка.哦，三打一。今天我们的 party 有特别一个主题，如果你支持男生，你要有男生是要穿蓝色的衣服；如果你支持女生，要穿粉红色的。但是朱兄支持男生，还是穿粉红色的。是被逼。我要穿蓝色的。然后妈妈说，她也支持女生，但是她要支持我，她会跟我一起穿蓝色的。你可以，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你想要女生。因为我的家全部都是女人，我妹妹之前我们小时候跟妈妈跟阿妈长大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了解怎么带女生。但是男生我们家完全没有男人，所以像我的妈妈也说啊，如果是一个男生你要跟他怎么办，完全没有人知道要怎么照顾一个男生。我也要重申一下，我不是反对生女生，我也是一样，我全家都是男生，爸爸男生，然后我哥哥弟弟，我全家只有我妈妈是女生，她全家只有爸爸是男生，所以从小也是比较习惯跟男生相处。那如果生女儿的话，我当然会很开心，只是说我会多一份担心，不知道怎么照顾女儿。而且儿子做坏事可以打他，可以骂他，女儿就不行，是不是？男生也不能打，男生也不能打。我们连骂都没有打，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儿子？好，不打不打，平安出生就好。那好，现在我要去换衣服，然后给你们看我们已经准备的样子。场景布置的差不多了，你满意吗？我们也很漂亮。你可以介绍一下后面有什么 ？Boy, boy and girl， 然后有很多超粉红色的 balloon。因为听说朱轩的基因很 strong， 所以我们特别放很多粉红色的 balloon。全部都是粉红色的。对，因为我跟妈妈穿蓝色的衣服。哦，你们不是要女生吗？为什么穿蓝色？就是。以后小孩长大之后看，如果他是男生的，就不会那么可怜。等一下，我们打算怎么样去公布男生女生？我们等一下，妹妹买了一个烟，我们要合起来的，它就会有颜色，粉红色还是蓝色的。还有，我们有一个泡泡。这是叫泡泡，我们就这样拉泡，拉泡，转泡，拉泡，泡我们转它的也会有颜色。妈妈还说我们从后面不会看得到有什么样的颜色，因为我们会跟着，我们会看着 camera。等，妈妈从后面是第一个知道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后面是什么。刚好我们在户外也找到一个舞台，这个像是一个舞台。现在可以知道怎么弄。我们先看后面的烟，等一下后面会有烟雾。我们现在是分工合作，等一下呢，妈妈会在后面帮我们点烟，然后妹妹会在前面帮我们拍 reels， 我们就在台上准备拉炮，到底是粉红色还是蓝色呢？那我们最后一次做确认。嗨，未来的小孩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觉得你是女生。Я бабушка, я думаю, это мальчик, я за мальчика, так что все.Я тетя, я думаю, что ты девочка.
我是爸爸，我觉得 obviously 你是 Kirimusha， 立表。妹妹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弟弟是哪哟 ？Girl， 姐妹姐。Obviously。Да, молодец. Молодец. Мама будет рада твоя. Что не я удачен, то что ругать обуши наши, то хуй удачен. 我已经叫了他很久 ，Кирюша, прости меня, ты не Кирюша, ты Карина, Карина, я побачу, люблю Карина.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我们的桌子，你们看，全部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。子轩到现在很傻眼，是不是？其实如果射出来是蓝色的话，我完全不会惊讶，因为我本来我的心里面，因为医生说 obviously， 我就一直觉得是男生，而且我觉得射出来如果是蓝色，妈妈应该不会那么兴奋。可以在后面。医生说 obviously， 我在说 obviously 没有鸡鸡。obviously 没有鸡鸡。对啊。他在说。Оля, а ну поделись своими эмоциями. Я очень рада,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именно получу девочку. Это будет принцесса и королева. Ощущения? Я очень рада, что будет внучечка у меня. Спасибо. 粉红香槟。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性别派对，大成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